是，嗱，你再咁咬我打你噶，六六，啊，想出去啫嘛，做咩咬成嘅？go go go， 好啦好啦好啦，咁啊又一日啦，啊真系啊。哎呀，不行，好攰啊，仔，真系跌死嘅。个厕所喺嗰度喎，你停喺度咩啊？做咩重新装修啊？佢唔系买咗间屋啊，买部 RV 走去玩啊，都退休好耐噶啦呢条友啊，佢唔系玩到咁转啊，啊？依间屋嗰时拍九几年嗰阵时候好似二十万啊，廿几万，廿五万到啊，就卖出嚟，挂个牌嘅，后屘冇卖到，好鬼大，又去睇过。咁而家起碼都兩百萬啦，所以你話差幾遠啊？啊，阿仔，你個廁所咧，佢唔係咁玩到咁盡啦嚇。啊，裝修完買間屋咁就啊，揸部 RV 出去過人生啊！好多西人會咁噶。咁你攞住嗰一百幾廿萬，講句唔好聽，你退休仲有退休金，咁你攞住啲利息啊，又當使用嘅都夠啦。啊！依度啲人嗰啲退休相對幾悠閒下咯，即係如果你冇咩大嘅不良嗜好嘅，不依句話又好難講嚇，咩不良嗜好啊？玩車、玩船、玩飛機都係不良嗜好嘅。咁啊，總之你一般嘅財政健康嘅話咧，咁啊依度退休好悠閒嘅，即係個觀念上咧。咁啊，度度一樣噶啦，有錢啊，退休休閒嘅，其實嗰種玩法嗰種觀念，佢唔需要有間屋，唔需要咩嘅，揸部車周圍走咁可以走得十幾廿年咁，跟住又老人院咁啊，有啊，我見到都，因為我上網嗰陣做功課買 RV 嗰時候都見到有幾對人係賣咗屋，老公婆咁啊退休賣咗屋做。揸部 RV 咁周圍去咯，即係唐人個感覺，即係傳統嘅嗰啲感覺就好似唔咩咁。咁但係嚟到呢度啦，西化咗啦，咁亦都冇所謂咯。其實過下過嘅生活啦嚇，啊阿仔，啊你有你趌高腳屙尿啊，我有我冇坐喺度行世界啊。咁啊即係。一世人都是得嗰幾十年嘅啫，咁啊而家雖然話好啲，咁啊過一百年，咁但你都個生活質量咯，同埋你想要嘅嘢咯，同埋你可以控制到啲乜嘢咯。咁啊人有時人生在世，有時就來去都係個控制兩個字嘅啫。點樣控制你嘅生活，同埋俾人控制你嘅生活啊？啊，有時有條繩扯住你，咁你就唔過癮啦嚇。啊，我都想放你噶。咁啊，講起退休，講起嗰啲 RV 咧，反而幾大感觸。以前有出戲嘅，有出日本嗰啲戲咧，咪講有隻狗同埋一個男人咧，個男人就開住部 van 又係算 RV 咁啦，日本嗰啲車咁咯，可以瞓覺咁計啦嚇。咁啊周圍走，咁啊一直到死咯。咁啊嗰出戲咧又係幾咩嘅？即係
其實日本的退休生活都未必是一定好的。以前就覺得日本是一個先進國家或者咩啊，即係喺佢頂峰的時候。咁其實日本是亞洲點講咧？即係亞洲嗰種傳統嗰種意識咧，亞洲嗰種感覺咧，係比中國度更加亞洲嘅。所以佢係即係不斷咁做，不斷咁做，然後到老咧，即係嗰種照顧係唔夠咯。即係而家睇翻你咧，咁即係嗰部戲之後咧，睇翻起咧，上網查下日本啲退休生活咧，即係好似佢咁嘅咁嗰啲退休生活咧，係好多照顧唔夠咯，即係喺物質上啊，喺咩嘅？即係亞洲人就係要退休係全部要靠自己儲錢啊！即係政府都唔會幫得你好多嘅，幫落幫啲咁，即係咁話曬佢都文明國家啦嚇，現代國家啦，咁啊政府都會有嗰、那個即係點講啊？日本嗰個叫咩養乜鬼嘢啊？嗰度年金啊，日本嘅年金計劃啦。咁但係實際上係跟唔上嗰、那個係冇你全部嘅需求嘅，跟唔上你全部老年嘅生活嗰種要求嘅。咁即係點講咧？即係日本嗰出戲嗰度咧，就即係個現實就好老實。嗰、那個男人咧帶住只狗咧喺部車度咧，咁佢周圍咁去啦。咁其實佢未必一定要，佢未必一定個結局係要去到咁，即係咁，即係咁嘅一個結局。但係最主要就係佢成出戲入邊就佢用曬嗰啲錢啦，佢攞曬嗰啲退休金出嚟啦。咁佢每個月都好似有打錢嘅，但係嗰啲錢應該係唔夠佢嘅，嗰個國民年金叫。咁另外佢有病，佢仲食緊藥嘅嗰出戲嗰度。咁而係點講咧？而係。即係亞洲式或者日本式嗰啲咧，都即係點講啊？即係佢會社會會有一個 cover 喺度，又有一個照顧喺度，但係佢唔係全包曬你嘅。因為當你自己個人咧，嗰、那個財務咧，個積蓄咧，佢退休嗰陣時咧係唔到位嘅時候咧，咁你就會有好多事情發生㗎啦。即係會有好多自己即係控制唔到、意想唔到嘅事情發生㗎啦。所以那邊咧就係相對嚟講退休咧，真係冇咁瀟灑。咁我今次翻去啦，翻去廣州啦。咁你睇見城市入邊，咁我好多同學，因為我個趟人都係城市嘅，咁啊個個都 OK 啦，都 so far 都即係退休嘅退休，差唔多退休嘅差唔多退休。咁啊體制內嘅退休更加唔使講啦，即係所謂大陸嘅體制內，即係嗰啲政府啊、公務員嗰啲。但係佢唔係一個全民嘅 cover， 佢唔係全民，即係只係局限喺城市入邊。咁佢始終都唔同西方，即係特別北歐嗰邊嗰啲啊，唔使講啦嚇。咁你好似加拿大呢啲咁咧，即係一個全民嘅 cover 咯，即係全民嘅保障咯。咁就即係唔好講話冇瞓街嘅，冇問題啊，冇咩，但係相對嚟講嗰個保障咧會多好多咯。即係退休金，如果你係即係一般人家嘅，如果有個地方住嘅就足夠你用噶啦，因為佢全民保障，唔會話賴低邊個嘅。咁你當年做得唔夠嘅，好似係九八一啲半路出街移民嘅，即係一樣俾翻個補貼額你，即係救翻個社會嘅生活水平咯。咁啊，至於醫藥上邊嘅。基本上嗰啲大病啊，即基本上嗰啲慢性病都肯定 cover 得到你噶啦。咁啊，你唔好话太过撩楞，太过撩楞嗰啲可能，但系嗰啲都有 cover 嘅，即系喺啲个案上。咁啊，所以依边啲人咧，即系依度大嗰啲啊，即系依度出世依度大，未接受过外边嗰啲嘅，即系对点讲咧，佢嗰种态度系唔同咯。追求生活態度，因為佢冇得後顧之憂，佢退休啊嗰種感覺咧，即係佢唔使諗咁多嘢，即係相信政府啊。咁啊，政府佢永遠都唔相信㗎啦，但係佢又相信咧，即係佢呢個制度，退休呢個制度。咁啊，事實嘅，好多人都啊過佢自己過個生活，自己想過生活啊。
佢唔使攞間屋嚟啊，墊底墊成到要萬一咩大病啊、大病痛啊咁，啊咁佢真係買一間屋，佢真係玩到咁上下都遊到雲端。咁啊，即係大家所謂觀念唔同，觀念唔同嘅，其實咧就係因為一直以嚟嘅嗰種生活方式、生活態度，嗰種社會嘅制度唔同。所以就好多產生咗好多唔同嘅嘢咯。咁啊，唐人點都有塊地有間屋先啊，即係先晚年安樂嘅咧嚇。啲西人就最緊要我行得企得嗰陣時咧，我可以做到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啊。咁 OK 嘅，總之你自己覺得開心就係啦。啊，阿仔啊！老豆都拖住你退休咁滯嘅都要啊！哇，退休嗰陣時候你再整一大嚿錢出嚟，咁點死啊？你老豆啊！啊，你老豆又唔喺度大啊，咁又唔係話完全傳統亞洲式思維啊！你老豆冇錢嘅喎啊！到時又整一大嚿出嚟，咁點搞啊？啊！